家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浪姐舞总决赛之夜团秀区与组队情况及最终投票结果，谢金燕加入流星组，成团真的有点悬了。随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五季迎来万众瞩目的总决赛之夜，姐姐们各自的命运也逐渐浮出水面。在最新公布的组队情况下，资深艺人谢金燕的名字与实力唱将刘星并肩出现，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具体分组情况如下：刘星、陈丽君、齐薇、陈浩宇为队长。刘星双截棍组内的队员有朱丹、谢金燕、Jess、苗苗。陈丽君骑士精神组内的队员有柳岩、郭碧婷、张雨曦、韩雪。齐薇月亮之上组内队员有何洁、孙夏琳、萨顶顶、蔡文静。陈浩宇 SNSD 组内队员有尚文杰、袁亚维、婉妮达、郑妮可。据悉，在紧张刺激的总决赛前夕，谢金燕加入由刘星领导的团队，这一搭配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与期待。然而，尽管两人各自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但鉴于比赛激烈的竞争态势，他们能否顺利成团仍充满未知。浪花们纷纷在网络上表达对这对新晋队友的支持与担忧。有人认为，凭借谢金燕在娱乐圈多年的经历以及刘星的强大实力，二人有望逆风翻盘。但也有人分析，考虑到比赛至今所展现出的竞争压力，谢金燕和刘星要想在这场决战中脱颖而出，并非易事。一直以来，谢金燕以其独特的舞台魅力和不俗的实力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而刘星团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与深情的演唱功底也收获了大批拥趸。两股势力的合并无疑为这个已经白热化的比赛增添了更多变数。然而，不少业内人士分析，虽然此次组队强化了团队的整体实力，但由于该组合在之前的比赛中并未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，加上竞争激烈的其他队伍，谢金燕能否在这场决战中脱颖而出，带领团队走向成功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决赛，网络上已是一片沸腾，粉丝们纷纷表示对谢金燕的选择感到惊喜，并对她能否实现成团梦想抱有极大兴趣。更有网友大胆预测，认为这次非传统的搭配或许能激发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，成为舞台上的一匹黑马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这次总决赛的组队无疑增添了节目更多的看点。对于粉丝而言，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能够突破自我，勇敢迎接挑战。我们期待祝谢金燕和刘星能在浪姐舞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，同时也祝愿所有参赛者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。乘风2024官方已经发布了决赛的团秀曲目和决赛的分组选取规则。首先发布了决赛选择歌曲有四首歌曲，第一首歌曲周杰伦的双截棍，歌曲是周杰伦的大热歌曲，根据歌曲旋律大概率可以成为一个唱跳舞台。第二首歌曲蔡依林的骑士精神，也是蔡依林初期的一首歌曲，很励志，很适合决赛舞台。第三首歌曲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，气势恢宏，大气磅礴。第四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 SS Me， 这首歌曲入围奥斯卡最佳原创热门歌曲，歌词很励志。其次发布了选曲分组规则，上述的四首歌曲是决赛的团秀歌曲，决赛分成四组，姐姐每一组五个人，看得出来也是节目组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之前都是两大组或者三大组，这次刚好剩下20个人，如果分成两组人数确实太多，所以分成四个组，也满足了网友期待刘星陈丽君在做队长的期待。姐姐们这次的分组和选曲都由网友决定，网友将给姐姐们投票选择适合唱的歌曲。团秀的分组根据每一首歌曲的推荐值排名高低决定，如果姐姐的名字出现在多首歌曲里，将会以投票最高的歌曲为这位姐姐的所选歌曲。投票已经开启，决赛分组也渐露雏形。双截棍这首歌曲下面票数最高的五位姐姐是刘星、袁亚维、陈丽君、谢金燕、朱丹。刘星是票数最高的，如果刘星在双截棍这个组里，说不上可以把这首歌曲改编成摇滚乐，然后嗨翻全场，也满足了刘星一直想改编创作的愿望。刘星的票数最高，基本奠定了是这一组的组长。骑士精神这首歌曲下面票数最高的五位姐姐是陈丽君、张雨曦、齐薇、何洁、韩雪。陈丽君姐姐应该最后会在这个队伍里，并且票数遥遥领先，应该会成为这一组的队长。月亮之上这首歌曲下面的票数最高的五位姐姐有陈丽君、何洁、齐薇、萨顶顶、孙夏琳。
票数最高的依旧是陈丽君姐姐，但是显然骑士精神的那首歌曲的票数更高，大概率会在骑士精神组，而这一组剩下票数最高的是何洁和戚薇，两个姐姐可能有一个会成为最终队长，戚薇的概率更高。最后是英文歌曲 SS Me， 这首歌曲下面的姐姐有陈浩宇、尚雯婕、袁娅维、万妮达、珍妮可，这首歌曲下面票数最高的是陈浩宇，下来是尚雯婕，所以尚雯婕当队长无望，可能队长依旧是陈浩宇。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尚雯婕，听起来很有气场的一首英文歌，再加上万妮达可以穿插一些说唱，舞台效果应该会很好。其余的票数不高的姐姐节目组应该会调剂，可以看得出来刘星和陈丽君姐姐会再次在总决赛的舞台成为队长，也是满足了大多数粉丝的期待。你们最看好哪位姐姐唱哪首歌曲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